不愿意吃，啊，放在脊肉里也不吃，还专门给吐出来。哎，不过就不喜欢吃药对吧？吃哪子吃牛逼的？哎，张大嘴巴。张大嘴巴。哦，吹鼻子，吹鼻子。扶喉咙。太仰抬头，头太高，扶喉咙。哎。又吐出来了。拿给后头。强强，你搁下边干什么嘞？你搁上下边接果果的药吃的吗？会不会吃掉呢？太棒了，吃下去喽，好不好吃啊？都扶下来玩去。你看，小肚子现在体重也上涨了，比起药还不愿意吃啊，聪明的很。好了好了，一定会好的哈。咦，今天这特别快，那不知道是质量不好，还是果果的那个富尔的那个压力大。给小伙伴们一起玩，你看，那、玉米一副踩着那个正确的脑袋，脑袋嘴刚要亲我，那嘴都飘了。好了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又过来了，你们都过来了，看一下衣服，穿合适了吗？啊？啊，又得抱抱汤汤了是吧？抱抱汤汤，抱抱玉夫妇啊，抱抱中秋啊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咱们先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！看啊，玉夫一会儿得摁他的头，我感觉。哦，你不摁了，姐妹。哎，看我了。你们和谁打架了？他昨天洗澡，鼻子上就有那个，就没洗。这里有一点黑色的，不知道是血是皮。是不是啊？给你擦身体舒不舒服啊？啊，跟着圆圆学会了，跑水盆里边蹲着去。哦，他也会蹲水盆啊？天不冷吗？啊，跑水盆里边蹲着。今天把线全部拆完，你听懂了？对不对啊？嗯，没有感觉。还有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嗯，突然，红红。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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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哈，啊，嗯，这就好。检查一下，拆干净了吗？嗯。我看一下。嗯，你恢复的还算挺好的。嗯。那就是。Thank you.
你看他那个小爪爪还一直想要你挠耳朵。